周儿，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刻了。王呵呵，要吃牛奶糖吗？哼，牛奶糖有什么好吃的？牛奶糖，哼，还不稀罕你吃呢。你吃吧，这里还有很多。我长蛀牙了，不能吃糖。蛀牙？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快点张嘴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蛀牙呢。哇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有蛀牙呢。妈妈说蛀牙是有虫子住在牙齿里，不治的话牙齿会被虫子啃光。长蛀牙疼吗？不疼，只要不吃雪糕和糖就不疼，就算吃了雪糕和糖，作为男子汉我也能忍住。昨天我还偷吃了一个冰淇淋呢，这疼的哭了一下下。你不看医生吗？今天放学后我妈妈就带我去补牙。补牙疼吗？补牙非常非常疼，比打针都疼。对，比打针疼100倍、1000、1亿倍。你又没补过，怎么知道补牙有多疼？对啊，就会吓唬人。牛奶糖，小心糖吃多了你也蛀牙。放心放心，我的牙齿健康着。疼疼，难道我也长蛀牙了？被妈妈知道就惨了，绝对不要补牙。